他教什么？他是谁？他是王老师。他是谁的老师？他是我们的老师。他教什么？他教英语。你喜欢英语吗？我喜欢英语。他是谁？他是王老师。他是谁的老师？他是我们的老师。他教什么？他教英语。你喜欢英语吗？我喜欢英语。他是谁？他是王老师。他是谁的老师？他是我们的老师。他教什么？他教英语。你喜欢英语吗？我喜欢英语。生词，英语，英语，教，教，喜欢，喜欢，英语，英语，教，教，喜欢，喜欢，英语，英语，教，教，喜欢，喜欢。替换练习，他是谁？你是谁？那是谁？这是谁？你们的老师是谁？他是谁？你是谁？那是谁？这是谁？你们的老师是谁？你有哥哥吗？你有弟弟吗？你有姐姐吗？你有妹妹吗？你有哥哥吗？你有弟弟吗？你有姐姐吗？你有妹妹吗？绘画练习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汽车。那是谁的汽车？那是校长的汽车。你有汽车吗？没有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汽车。那是谁的汽车？那是校长的汽车。你有汽车吗？没有。每一天独自站在窗边，每一年眺望着远处，每一刻从来都不知道我有多盲目。看看我伫立在星空下，好让我尽收在眼底，这一切如此清晰，我认清我自己。终于我可以明白，就像是迷雾飘散去，终于我可以明白，像眼前闪亮夜空，如此温暖而真实，一切似乎已经